刘诗诗的一念关山定档11月28号，是谁的白月光回来了？这次跟她搭档的是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的刘宇宁，男女主双强人设。该剧讲述了以任如意、宁远洲为首的热血小分队，疾风烈马，仗剑天涯，快意恩仇，热血权谋，一路披荆斩棘，并肩作战，最终换得天下太平，草木常青的传奇冒险公路故事。截止到目前，该剧的预约已经超过了300万。不得不说，导演太会选角了。有一种经验叫做刘诗诗穿古装，至今还在怀念他的若曦、龙葵、凤倾城，尤其是他跳舞的镜头，一不小心就成了名场面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古装剧不是刘诗诗的舒适区，而是她的统治区。一众配角们也是美得各有千秋，王艳饰演的昭洁皇后端庄典雅、高贵大气，张芷溪饰演的嘉玲一身白衣清冷疏离，黄梦莹饰演的金媚娘聪明通达、柔媚果敢，陈小云饰演的初贵妃不出意外又是一个面慈辛苦的狠角色呀。因为女主镇得住，所以女配们可以尽情的美。话说，谁是你心中的古装女神呢？